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我内心也挣扎了很久。你以为我舍得吗？杀死美美真的不是我的本意，谁让她不肯继续合作呢？你说的我都明白，观众都喜欢美美。我知道我这么做太冒险了，但是她知道我太多的秘密了，太多了。我不得不这么做呀。
但我觉得我复活了不应该变装了吗？哦，开始。嗯，开始了。嗯，开始。开始。你其实就是只拍脚了，相当于是，你大概就是站在，就是反面的，应该是，这个样子。嗯。这个样子，嗯，然后我应该就是从直接就是跪到地上，然后趴下了，哦，你就死了，斜一点，这样，应该就是我最后给你 KO 的那个，对，那个，对，给你来一个，就是一个，其实应该这样，啪，这样，你就死了 ，OK， 你最后一个。做一个最后一个废腿那个，还舒服呀，哎，他跑，喵，喵，喵，你别乱跑呀。我是这样滑过去，还是怼着镜头那样踹一脚？最好能让镜头捕捉的时间长一点，那个脚。就是我一起来，然后，啪，这样一脚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对镜头一脚。哦，开始。OK。好，加一个蹦，哎呦，哎呀妈呀，蹦了一下腿，前面。撑着了。嗯。OK。